好，然后我们今天要访问的开始了，来宾喽，掉掉了，要开始喽，来喽。OK， 今天角头宇宙大集合，所有卡司都来这边了，阵容都来这边了，大家可以尽情的访问。谢谢洪文，所有大哥都走了。那就想先关心一下桑尼哥，就是车子的状况还好吗？状况是 OK 的，我觉得还是要大气一点，反正就是小事啊。可是我还是要说，大家开车的时候在路上小心一点，不管你是被害者或者是你是碰到别人的，要负责任，就是这样子，不要逃跑，就这样子，要面对就对了。对啊，要面对了。好的，对，就跟电影一样，就是哦。那如果那天是 Michael 哥。他应该面对，我应该打给所有的人一起去处理他。老人，对啊，这个就变成一个外传了。那桑尼哥为什么今天只有你穿的不一样？你说什么？今天只有你穿白色，特立独行。我就是喜欢跟他爸的嚣张一点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是嚣张一点嘛，一定要。他穿黑的，我就说干，我不想穿黑，我想穿白的。老子想穿白的，怎么样？你们有什么意见吗？我不能穿白的吗？我不能穿白的吗？啊？你们欠骂是不是？下戏了。所以哥，那你那个。车有修多少钱？其实还好啦，真的，这没有什么好提的。Michael 真的不想还好，跟你的那个手表比还好吧？这样子比，这个手表很 gang 啊，很 gang。今天必须要 gang 一下。那想问你们，因为今天就终于要上映了啊，就是那么久，然后不知道大家绕了多少人，因为今天气势那么大，气势那么磅礴，就是大家各自找了多少人来看。角头应该是不用找了，不用是一个 IP 的。你说直接会有人来，不用找就会有人。其实今天来的都是从以前跟我们现在的好朋友，对不对？刚刚有听还有什么从结婚怀孕一路上过来，就是铁粉。一路上过来是什么意思？就从三号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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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对啊，很多铁粉，真的，对啊，真的是从十年前的，而且从角一开始，从角一开始到现在，超多的，他们真的都有这个 IP， 这个 IP 是很屌的。对，有听过最就是让你们开心的反馈吗？就是让你们我刚刚有收到很多照片，从角一的，我觉得很赞。然后当然角二的也有很多粉丝来，是。那我觉得反正这个 IP 已经都做成这么大的一个宇宙了。刚刚那个贵董说，哇，洪哥好像还要再做20年的，所以我们大家维持好的状态哦，大家维持好的状态哦，先不要吵架哦，先不要吵架哦。请问你要看一下粉丝给你的分享，粉丝很有心，就是想看，对，手绘的，刚刚他正在画，好像漫画版，他画的很棒，可爱哈，他是每个人都有，对，就是这一次大桥头的。所以你看这些铁粉真的是都挺有才的，对吧？超爱我们。那大家电影要上映了，现在心情有没有是很兴奋吗？还是有点紧张？其实是兴奋过大过紧张吧。这样吗？你觉得这样？你的心情怎样？我的心情就是因为这次有非常很厉害、很优秀的长辈一起加入了。这次大小头的那个拍摄，然后还有 Michael 的回归，蝎子的新加入，其实这些东西对我们角头的整个元素来讲，其实是更丰富、更完整。然后其实也是带给观众更冲击、更刺激的一部电影。那我自己当然有点紧张了，对啊，因为第一个就是场面，对啊，大小头不是因为贵董，因为我的贵董叫我们以和为贵，我们不要太讲话，对。苏哥刚刚跟我讲，他比较怕大桥头的票房会比角头二好，比浪流连，真干掉郑仁硕，赶快干掉了。
你们是都没有这个，这你们自己公司的，这你们自己公司的。火药味有点重啊，因为刚好药味有点重，因为刚好大桥头现在我还没进入杯馆，所以给他讲没关系。哎呀，对对对对，等往后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现在往前走，现在往后走。反正我们贵董跟仁哥他们会带领着，没问题的。就今天仁哥没到，你们就有点调皮了啊！大伟说话，那想问一下鹏哥，因为鹏哥其实也算是贯穿了这个角头演奏，从角一到现在，这次再回来演，感觉有没有不太一样？我觉得就是跟大家是从小到大的感觉，然后每一次叙述的故事是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不同阶段，然后都有那种。就像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的感觉，然后每一次把不同的故事、不同的冲突跟心情呈现给各位观众，一点都不会有疏离感，这是我最开心的。不然每接一部戏都要去培养一些新的彼此的默契，其实那个是有一些难度的。但是我们角头系列没有这个问题，大家就像 family 一样，然后每次见面都是开心的，不管是。在辛苦的宣传，在辛苦的拍摄现场，大家都是快乐的，只有欢乐的声音，这个是我最开心的。那鹏哥，你现在就是在戏中这个 family 大家族很快乐，现实生活的 family 应该也是很快乐吧？哦，最近特别快乐。说怎么说？怎么样的？这个父亲节来的刚刚好。8月8号，很好。那情人节又接着来这样？对对对，那就是。对，然后就是我都有兼顾到了，该做的业务啊，该做的业绩都有做到。像是怎样的业务？这个夫妻床地之间就不便在那边多说了。我们就是尽量的这个，希望大家来看这个角头这个大桥头这个电影，然后希望我们真正的要各位观众支持我们，因为一个 IP 走10年不容易，不容易。那这一点呢，我。特别感谢我们的老板，他这么坚持，然后让我们这些演员有舞台可以好好演一部电影，而且演了好几个故事，我希望可以一直下去。然后就像我刚刚在台上讲的，只有开始没有结束。而且大家都没有说不演，就是没有人想说哦，我不想演了，对对对，没有，大家都抢着演。对，这是我跟他的这条线有去更深入的让观众去了解，为什么我那时候一直想要他跳过来。那时候角一的时候为什么要对对，因为我们这有句话，我们一起平起平坐吧。对，那句话角一的时候还蛮有名的，然后就其实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哥哥跟弟弟的一个感情。对，大家就在社会上不管怎么工作，不管怎么交朋友，他们一定有他们的因果。所以这次各位看完大桥头会有四个字，原来如此。大家哦，原来如此，前面这几个大角头系列是为什么会这样拍，然后每个人跟每个人在一起的情感跟那种互动，原来如此。所以是告诉大家我们前面发生的事情，告诉大家是这么样的一个状态。那你们现场会争抢戏份吗？哦，没有，没有人会抢，因为演员太多了，抢不完。抢不完。对对对。加戏会。对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跟戏路都不一样，到谁那边谁就是主角，所以各位看到我们的戏几乎是没有冷场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表现，哪怕是2场戏、3场戏，出来都是主戏。有没有大家最公认觉得那个戏是最主的？就是可能戏外下戏还是会觉得哦，那个大哥戏。很足，会演他。有啊，我们老板。除了老板。有几位大哥都是非常足的，像。但我觉得开场那个打麻将，那几个哥哥那几个前辈在那边弄那个，然后包含晚辈坐在后面的那个氛围，其实就足以代表很多会延续下去，你会秀到什么东西？因为我觉得那很重要，因为他们。那几个哥哥演的真的是，我不讲多话，但是那个眼神跟动作已经够把你放过了。还是马上那场的打针的，对，赌钱这样。
针的。我们建议是打针的，就真的比较好上去。对，没有错，所以我很认真。所以麻将是打针的吗？因为他会打人啊，他要打针的啊，老大怎么会被打嘞？其实我觉得最详细的是在心啊，阿英啊。你看什么？你还会把英文加进来啊，诸如此类的。哎 ，Call me， 哇、哦，那个神来一笔啊 ！Holy shit！Holy shit！ 每天都在看到他呢 ，Holy shit，Holy shit！ 然后四眼哥说：“啊，应该你规工你憋啥咪会啦？”我就对面拢一直讲 Holy shit， 我听有诶。然后他今天叫一句新的。来，请讲。就讲吧。我忘了什么 motherfucker。还要讲。哈哈哈哈哈！好笑。他聪明，聪明就在这里。他真的很可爱吧？可爱吧？你很高义。哈哈哈哈哈！咱这叫土狗班的条。你都笨了。土狗帮。咱是讲什么？你定位安尼吗？在土狗帮之前的。今天是第一次聚首，对，可不可以先从小刚那里发表一下你的角色啊，或者是你的感觉？哦，但因为我还没有看过片，我等一下才会看。然后我自己其实当然是很期待，就是角头这次大小头整个算是让角头宇宙变得很完整的作品。然后我也非常期待看到贵董几个大哥们。之间的那种对视，因为在拍摄的时候看剧本啊，跟看贵董他们在现场聊的时候，都会觉得好像有点无法想象。可是看完以后，那个杰哥都会说太厉害，这个气势太厉害。对，然后我会觉得就是很期待。然后当然我跟硕哥啊，我们然后思明帅啊，我们就是整个原本进北馆之前的这些情感，其实我自己是期待啦，就是因为都真的没看过。对。这次因为有那个，没有不用啊，因为也没看过片子，今天等一下跟大家一起看。是啊、哦，对，很期待。那就这次我们五虎没有一起演到，对不对？就觉得会有点小失落，对。但希望后面还是可以有机会，因为后面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情节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不知道，所以就希望我们可以五虎再聚首。对，谢谢。下一步，好吧，很开，很就跟之前讲的一样，就是五虎没有办法再凑在一起，觉得很可惜，但又觉得很刺激啦，就很不一样。然后十年，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很快，然后很高兴又可以参加到这样子的一个 IP， 然后跟这样子一群越来越强大跟坚强，把全台湾有荷尔蒙的人都集结了一组。费洛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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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费洛蒙。都集合了一部，他不是哥伦比亚不累的。对，希望大家可以进去感受一下。那五虎啊，还有那我们现在还有个新的东西，对啊，怀旧的怀旧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情人节快乐。对，我们两个的额头就是都蛮硬的。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里面他们有张照片，有照片。哦，有。我也是跟大家一样很开心能够参与讨论。哦。上一次宣传有拍片的时候，确实很感动。因为之前的角头我自己都有在看，然后突然看到自己的出现在角头里面，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感。对，然后也非常谢谢大家，就是拍戏的过程都很开心，然后也很谢谢 Sunny 还有仁硕，就是在拍摄现场的时候就是给了我很多的鼓励，然后还有特别就是我跟人说，我记得有一场戏，就是只拍我的时候没有拍到他，然后他还特别的给我更多的东西，然后让我有更多的反应，所以，也谢谢。因为他潜力的比你多啊，潜力的比你多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真的，老板讲话了，差多少？不好说。万浩提供给他介绍一下你的团队。哦，我的团队就是有整队，大西幻最佳三人组啊，北城的。
哎、啊，今天这个很期待，很高兴，哎、欸，很开心的、啊。我都还没看呢、啊，大家都说很好看，很值得看，很可爱，很可爱啦！啊，我是很期待啦。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然后今天最重要的还有龙哥，龙哥，你今天电影要上映了，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？角头是我第一次参与进来，所以呢。他们可以说都是我的前辈，啊，那个尤其是我们这四个老贼呢，今天只我们两个来，还有两个没有来。那跟他们的戏的大桥头，其实我跟他们对的戏比较多，都是桥起水胆起，嗯，所以说跟少年的对戏的，就是只有跟我儿子 Michael 的在家里的一些。家里事跟只讲他在外面做人处事的事情是这样子而已。那我今天呢，是因为今天首映嘛，那大桥头是我们这部戏里面的，也是一个主干，所以呢，我刚刚去绕了一下，我们去逛扫了一下街的，虽然是下雨天，但还是蛮多观众来捧场的。那我今天。也是有一个很怎么样的讲，就是啊，大家都要怎么壮大呢？所以我召集了我一些朋友，包了一个小厂啊，壮大我们大桥头的声势。哦，哇，龙哥包几场？啊，包几场？包几场？我只能包一场而已。很大场，很大场。是，我们今天是七点十分是我们的首映嘛。那七点半是我的那一场，我包的那一场，也同样的热身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想问一下鹏哥，因为其实角二的时候李英姐有演，那在这个时间走的时候，李英姐是已经跟杰哥了吗？就是这个时候，其实没有问，其实不这么清楚的交代。你假如想清楚一点，那可能是下一集了。下一集了，但至少他们应该是青梅竹马的结合了。那我是第三者了。先这样解释好不好？要原来如此，请看下一集。他有跟你说他这次有想演或什么之类的。其实他们都是待命的、啊，因为我们这是讲男人的戏，讲武戏的、啊。那女生要用到的话，真的是能够派上场的，真的也不能把他们当成花瓶在用、啊。嗯，出来一定要有戏的。是。那大家可以拭目以待，我们只要有出现的女角，都是有戏的。然后，我太太她也是等于是角头系列的一个演员之一，她也很期待，等待老板的一声令下，她再复出跟我们桂董。看看有没有青梅竹马的戏可以演。那看过了吗？啊，你说 D 姐？对。啊，没有看过。他今天会来。对。那儿子会不会一起来？我们谁来？为什么？会来。全家亲情的一个，这个尤其跟父子有关系的，他一定要来看。哦，会到。想问他呢，而且我觉得他也可以继续圆那个电影梦。他之前拍那个《中邪》那么棒，他喜欢当演员，他喜欢当演员，可能或许他可以加入。如果用得到的话。如果用得到，我也非常欢迎。我觉得他应该是蛮可以上手的。主要他还是要学习伦理方面的功课，这个是重点。他可能不是很想的，加入就会学习了。啊，加入角头就会学习了。所以他就算没有演到，也要来看到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问他一下张队啊。对他应该每一场都要看，多看几场。那鹏哥，你觉得钟安祖比较适合在哪一个单位？哪个角色？哦，跟我对立的单位。他就是 Michael 哥的。没有 Michael 跟我是妈紧的。Michael 真的这条线我们是妈紧的。其实我们是对对对对，是
是我把他当成大哥，对，然后虽然是不同挂，对，不知道那张对立不是北馆吗？然后北城啊，哦，我觉得这个就北城了吧，我觉得就北城了，没有兄弟也是有感情的，是，我们是从小到大，对立应该是北城吧，对不对？谁？对立的单位？对，我们对立的单位啊，很多啊，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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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那下一步叫什么？下一步啊？大义灭亲。谢谢，我先告辞了。可以吗？角头大桥头破亿要做什么？对啊，那种票房公约。这人说最想拖的，就让他拖就好。你不要拖，他也不能只有他一个。怪你细心。这一次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把它啊，对了，好，这是讲对方的。对的。艾米，怎么会叫我？哎，破亿，你要怎样？破亿。抽手表。我想一下，我不知道，我看老板怎么说吧。举手，抽手表。老板就是抽手表，抽手表，手上没钱，我要抽三年的手表。好，反正也没有说到品牌嘛，所以对，反正也没说到品牌。好，没有说到品牌，然后抽一只手表。哇！你们两个扛啊！啊，这次啊，林卓还是球票啊，你们上不上？放一下，做一张专辑啊！超忙，那边都要说、啊。超忙。家里的餐厅，大家爽吃一天这样子。爽吃一天，那亏到我妈，我妈会骂我。破亿要做什么？破亿要做什么？对。这有可能会发生。等一下，要有创意，不要每次都什么。对啊，他们两个扛，这有可能会破，要谨慎思考。还有这些大哥，没关系，杰哥帮忙说一下，龙哥帮忙说一下，破亿要做什么？破亿，破亿，破亿的话，破亿，我就跟龙哥手牵手啊。对，我要手牵手，会吗？我们就放鞭炮，好不好？放鞭炮，破亿的脚头三四五继续拍嘛，对，这样就好，是不是？老板有人 Q 你啊？有人Q你了，破一三四，你继续拍。对啊，对啊，好，我就现在抽手表，继续拍。破一就大家一起裸泳嘛，一起去，对不对？我讲过了。啊，破一的话，我想到了。破一的话，我带松安佐游街示众。我想看。两亿啊！你要两亿啊！没关系，只要破亿就贡献了。贡献一手表，一亿送手表，一亿送手表。我带着王阳明的手表游街示众，我愿意。I do。还有配真人说，你刚刚说你要这个。我没有，这个就没有，破三亿，我知道。他们两个怎么行动，我就挺他们这样子。三亿，你就要娶小薰。三亿哦，啊，可以说的啊，娶小薰的，娶你好不好？可以，你可以，就娶几个。后面一排，你给我讲。然后要不要？什么声音？要不要？那个算好了，要不要？救一下，救一下啊！这要救一下，破两亿。怎么样？破两亿我就亲 Michael。谁要给你亲啊？哈哈哈哈哈！你还蛮什么？为什么？那你先亲，赶快亲就破了，现在亲。差不多了，破亿哦！好，对啊，手表一定会先送吧，手表一定会先送。等一下，怀秋还没讲哎，怀秋过来。哎，怀秋还没讲哎，他没有啊，我问。那没有，他也没讲过。以前说他说要去乌克兰，真就是作战。哦，那很好，我年轻人有理想，我说真的很好，真的。哎，那个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怀秋，他过来。
啊，那你什么抽手表是不是？对，我去抽眼袋好了。可以可以。只有你自己爽吗？我们没有开行动啊！哎，过了很远，没有啊。这个煲汤家的餐厅免费吃三天。好、oh. oh. oh. 卡西欧的，卡西欧的，这个，但是我说到做到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算是好的手表，没问题，好的手表，我们准备好，我们要抽，可以，可以，我要抽手表，也没要一起去买票，